很难想象把一群孩子们聚在一起跳舞，要做到安抚，还要交出成绩，最后会是什么模样呢？而动手动脚舞团却做到了，谦卑、谦虚、有礼貌，爱跳、爱现、不要脸，是舞团成立的箴言。孩子们从不因长时间练习而放弃学校课业，反而学会了如何妥善分配时间。比赛团队每周五天，每天练舞将近四小时，除了基本功，完整的舞蹈演绎、自主编创更是教学重点。他们得忍受别人无法想象的辛苦，背后流下的血汗全为了让舞姿更美，也因此磨练出刻苦的意志与永不服输的精神。而最近的一首妖怪舞曲更是远赴南投妖怪村拍摄，将妖怪出没的逗趣感演出得活灵活现，上传网络受到广大的回响，各家媒体更是争相报道，让我们更相信跳舞的孩子生活是充满乐趣的。哎呦，我们厉害了！要考验一下，什么叫动手动脚舞蹈啊？哎呦，飞哥，你大概不晓得、哎，这个小朋友团体里面最受欢迎的，哎，是，对啊，妖怪手表的主题曲是哈，现在还流行到妖怪手表。No，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红哎、欸，啊，卡通啊，啊是卡通啊，对，人家主题曲，是哦，妖怪手表的主题曲，对，哇，现在时代在变，对，而且他们在网络上点击率啊高到。你无法相信啊，破百万的哦，是啊，对，讨论度很高的一个团体啊，哎呀，迫不及待来看见他们的表演好不好？啊，竟然睡过头，明明在梦中，我早就醒过来了。为什么早上我这么想睡觉？为什么早上我这么想睡觉？想不到，想不到。多可爱哦！嗯，他刚刚那个在导播在倒数前啊，他站在最后要往前冲的那个，他倒数前他在那边这样，累成这样子、啊，然后音乐一下来就，哎呦，我就整个很猛爆这样子，年纪轻真的是好猛将，猛将，哎呦，你是贞子，哎呦，七夜怀谈呐，开始就好漂亮的贞子，可是贞子头发不是应该在前面吗？对啊，有弄到前面过吗？有啊，试试看哦，来，哎呦，恐怖呀！那你们这样训练要训练多久啊？我们这支舞其实已经准备了
三四个月。看得出来，我跟你，我觉得比体操还难，哇，很麻烦啊，相当不容易啊。因为这个团啊，因为本身我是很喜欢舞蹈嘛，是在网络关注很久了。跟大家讲一个记录，他们比赛哦，我们会分一二三四五名嘛。对，这个团人为数众多，他们有一次一个舞蹈比赛。一到七名，都是动手动脚啊，全都是动手动脚，全部都是啊，一军、二军、三军一直下去、啊。哇，那个是完全是人海战术。哇，那个要是我是参赛者，我都哭了，我何必来比赛？对，这个叫妖怪，妖怪手表。还有没有其他的五段啊？段子？我上礼拜有看到飞哥叔叔，上个礼拜有看到飞哥，飞哥叔叔跟那个玛格丽特阿姨有跳一段表演啊，然后我们也想要就是教飞哥叔叔一下。哦，你们国人不挑，你要教飞哥跳舞啊？没有，我们教就是一小段那种这种中间那个主题曲而已，跟飞哥一起跳一下妖怪舞，这个是妖怪手表最经典的动作。我们五个人来学嘛，你教我们五个人来学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。四中间两个，然后再重复一遍，二三四，中间两个，然后左边两个，右边两个，中间这两次，好，对，然后乖琪琪，乖琪琪，哦，那个歌词啦，乖琪琪，乖琪琪，哎，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可以试一次，哦，就这样就完了，这样就完了，这就完了，对对对，律动律动啊，来来来，换我们主持人了。五六七八，妖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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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叫妖怪看出来，妖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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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出来，妖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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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做朋友，妖怪妖怪妖怪怪奇奇。我们好像在附近，不是，我刚刚是被一直被洪都拉斯这样就一下，两个人又看到他的脸，被拖，表演的很精彩啊、哦！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、哦，谢谢动手。